个桥下了哈，这是 Brooklyn Dumbo 哈 ，Dumbo Heads 啊，看看在这个单车的，哇，好风景。刚在桥上哈，看没有，现在穿过来了，现在跳到桥下面了。下嘛，看这边是曼哈顿桥哈 ，bridge， 然后这个你看没有？然后那边就是 Brooklyn Bridge 了，两个 bridge 看没有？两个 bridge， 两个 bridge 下面它叫当路，然后 Brooklyn Downtown 也在这里哈。来，我们这里看，这是 Brooklyn Dumbo 哈，它这个 Dumbo 现在也是很有名的，它把开发成那个旅游区，有餐馆呐、啊。还有这个 shopping 啊，卖东西的地方，看到没有？是当铺沙龙啊，看看一下，就两个桥下面啊，两个桥下面 ，Brooklyn 大桥和那个看这里和那个曼哈顿大桥啊，啊，对了，好多人在这里，年轻人啊。曼哈顿大桥哈，曼哈顿大桥，然后它这个桥下面哈，它叫当铺啊，它现在开发出来作为旅游啊、餐馆啊什么的啊，蛮好的。看两边很多人在这儿，看好多人在这儿拍照啊什么的。当铺区很有名的啊。来，我们在这个两大桥下面哈，这叫华盛顿 Street 啊。这个叫也是在这个叫 Brooklyn Dumbo 啊，就是两个大桥之间啊。你看这里是Manhattan Bridge 嘛，啊，这是 Manhattan Bridge 哈、啊。看这桥下 ，Manhattan Bridge 桥下，它开发的很好啊。这桥下的话，就是好多是作为餐馆呐、啊，很多人在这儿来旅游啊、照相啊。那对面那个就是 Brooklyn Bridge， 它桥下面修的有公园哈，我们参观一下，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公园啊什么的哈。下面啊，这个公园来看一看，
介绍。他说这个咖啡啊，这里有一个咖啡屋哈，就是1871年，就100多年了哈，然后都一直在。就是他这个桥也是很有点历史了哈，就是布鲁克林大桥啊，也是有100多年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桥底下，我们来看看这周围桥底下的风光哈，哇，好漂亮。
桥，蛮大的大桥。
在东河边上，还在布鲁克林这边的东河边上啊。来，我们看，这是在布鲁克林这边的一个发电厂啊，看到没有？布鲁克林这边的一个发电厂，在河边啊，在东河边啊，这边就是曼哈顿的36码头啊，然后这边是在曼哈顿桥下旁边啊。旁边是个公园，你看，这就是发电厂，还有人居住的。它那个叫 Brooklyn Bridge Park 啊。
正对面就是这个布鲁克林大桥了，这个叫这个公园叫 Brooklyn Bridge 的那个 Park 啊。啊，这山坡上很漂亮。这个山坡上正面正对面哈，你看，那是 Brooklyn Bridge， 然后正对面就是曼哈顿的这个 Worldwide Center 啊，上面曼哈顿那个 Worldwide Center 那个大楼。这个 ferry 啊，我们现在在两条之间，左边那个是布鲁克林 bridge， 啊，右边那个是曼哈顿 bridge。哇，繁忙的那个 NYC ferry， 在这个东河之间哈，和这个 Hudson River 之间这个穿梭啊。这上面是走地铁，所以非常繁忙啊。然后这正对边远处那个就是 Williamsburg。不是 Bridge 哈，三大桥哈，怎么样？跨越中河的三大桥。这是布鲁克林的 Dumbo 啊 ，Dumbo 区，哎，它下面有商业，有旅游，开发的很好，这是公园啊。看，公园很多人来游玩呢。这旁边是 Office 啊。
在那晒太阳。Spirit.